为互联网大厂的掌门人，马云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诸多媒体的注意力与目光。近日，有网友恰巧碰到了正在跑步中的马云，背后还有豪车护驾。面对这样的场景，网友自然是不会放过的，纷纷拍照求同框合影。一名网友更是将自己偷拍的照片发布到了网络上，引起了其他围观网友的热议。在照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马云身穿一袭白色的短袖，显得十分精神，正挥舞手臂一路小跑。也许是风大的原因，其发型也被风吹乱了一丝节奏。面对镜头，这名身价百亿的富豪露出了自然的微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其旁边有一位穿着短袖的健壮男子也在一路奔跑，估计是保护马云的保镖。而在马云身后，则有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紧随其后。面对这样的场景，马路边的市民纷纷驻足围观，不知道具体发生了啥事，为何马云等大佬也会像普通人一样在清晨跑步，所为何事？对于马云跑步被曝光的照片，有不少网友纷纷开起了玩笑。有网友直言，原来大佬也跑步啊，穿着皮鞋跑步，这是上班快迟到了的节奏了。不过有知情网友爆料，这是马云在某城市参加会议的一个小插曲，因为当时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，会议马上开始，道路上交通不是很畅通，于是马云和一众大佬纷纷下车，一路小跑着前往会场，于是就有了文中这样的照片。对于此情此景，有网友戏谑道，大佬就是大佬，连跑步都这么轻松，好想有一天也能和马云们在一起跑步，能够吸引这么多人的目光，一起谈笑风生云云。作为互联网界的风云人物，马云曾多次在公众场合露脸，不管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人场合，马云的一举一动都能成为媒体的焦点。小到吃饭走路，大到公开演讲，马云总能成为众多人关注的焦点。没办法，虽然马云不帅，但人家有钱又有才，不仅仅是各位女网友非常羡慕，许多男网友也自叹不如，感叹可能一辈子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。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。